本少爷追你，水头，本少爷喜欢你，水头，给我出来，水头，你疯了吗？嫂子好。今天跟我对着干，不就是因为喜欢我，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那天还……我就算眼瞎了，也不会看上你这种人。那你喜欢谁？夏雨白吗？我警告过你，别再骚扰他。我没问你，他到底喜欢谁呀？我赌男公司，我赌夏雨白。我瞎呀，我喜欢。别再让我误会了。耽误我的兼职，兼职为什么要穿这个？不然你以为什么兼职1000块钱一天？装什么装？快点去换。雨桐，我帮你找到兼职了。我不干了。你朋友把定金拿走了，你还想走？放开！信不信我把你店砸了？南宫少爷，滚！他竟然会帮我。其实你完全不用兼职的，我有的是钱，只要你做我女朋友。你赶紧走，奖学金我已经帮你恢复了。真的吗？作为报答，明天陪我一天。报答？奖学金就是被你取消的。我不管，反正明天不见不散。哎，苏雨桐，10分钟之内马上出现在我面前。不是跟你说了我有事，你没听见吗？雨桐，好了吗？苏雨桐，你跟夏雨白在一起？怎么做兼职模特都能遇到他？喂！昨天是故意的吧？是又怎样？既然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阿四，不好了，嫂子出事了。干嘛？那就要问男公司了。就因为昨天没去赴约，他竟然……听说你有幽闭恐惧症啊？这里挺适合你的。啊！开门啊！开门！放我出去啊！开门啊！水桐，水桐，在里面吗？别白费力气了，没有钥匙是打不开的。我马上去找。雨桐，你没事吧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